是大型公益圆梦节目《幸福来敲门》，感谢北京红十字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我们要感谢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五位幸福观察团的成员。浙江省杭州闪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BU 库教育创始人赵旭峰，河南工多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丛硕，东莞市力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荣，长春康达医院肥胖病科主任于树忠，广东省同意明天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荣莲。欢迎您，欢迎大家，让我们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上场，有请。卖冰粉了，好吃的冰粉，好吃的冰粉，五元一份，不好吃不要钱啊！南方的一种夏天避暑的一种小吃。哇，你这料很足啊！哎，还好吧。对，我吃的冰粉就里边只有粉，你这这么多水果，我没带钱呢，我没事，吃一个嘛，我就可以免费送你一份。真的，那我赶紧尝一份吧，味道真的是不错。我们光吃了您这好吃的冰粉了，还不知道您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来自于四川成都，今年38岁，我名字叫冯阳。冰粉这个手艺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吗？也不是，这是我近两年所做的这个事情。因为为了生活嘛。那之前做什么呢？我以前因为是干工程嘛，就是因为2003年嘛，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，家里面很贫穷，当时，我母亲捡垃圾，只能凑够我的学费，在生活费这一块我就没办法。当时学校也知道我的情况，老师就给我向大学里面申请了4000块钱的助学贷款，我也可能只满足得了一年的生活费，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就想着我能不能把它变成8000块钱，我就跑到成都的二手市场买了20多辆自行车，200块钱一辆，我就开始做生意，租给同学，因为我当时想的是，我们学校离温江城里面，还有一点远。我说同学有这个需要，加上坐公交车也不是很方便。租给他多少钱？我是这样子，1块钱一个小时。比如说4舍5入，就是超过半小时啊，我就算你2块钱。如果是没有超过一个半，我就只收你1块钱。1块钱一个小时，就这么1块钱1块钱的收。一个学期能挣多少钱？一学期的话，大概一个星期平均大概700-800块钱。挣这么多钱呢？那个时候生意很爆好。哇，可以呀。那大学4年毕业之后，我可能到2005年快实习的时候，我就必须得面对着选择，要么继续经营这个生意，要么继续去打工。因为我读的工程造价管理，我想我读了大学不可能就这样子做点这种小事啊，想着出去还是要做自己大学的本业。我就想着去，当时有个很好的公司，应聘我们去修水电站，工资很高，7000-8000块钱个月。因为当时我们是临时的技术人员去的，也是临时的，干了9个月，我就挣了第一桶金，过后又回来了去找工作嘛。遇见一个贵人，对我非常好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。我去应聘的时候，我说老板，我开始不要工资，但是1个月2个月过后，你必须满足我的条件。就这样子去干了1个月，老板觉得我不错，就提我项目经理。我觉得当时给我7000-8000块钱个月，我也觉得知足啊，有点知足。我就跟老板说，我说老板，你反正要请人管理，我给你免费管理，你把工地上的项目人工费给我，人工给我，我帮你管理，但是你承包跟我。他也信任了，他觉得我能力不错，就交给我管理。就在几年的时间，我几乎在他身上就差不多挣了有50-60万。就接项目，等于承包他的项目，就这样子。那这财富慢慢越积累越多了，到10万，到100万，到1000万，后面都到1000万了。用了几年的时间呀？用了3-4年时间嘛，就到1000万了。哎呀，做生意的好手啊，这天生这个脑子算账啊、算钱就很敏感。那是不是这个收入也多了？这个也成家了是吧？就是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我成了家，买车买房。什么都有啊，别墅，都买别墅了，事业做大了，但是管理上没有做上，没跟上，过后就因为老婆在管理公司，同学在管理财务，
就这样子，他去了后面公司经营不善，啊，就很多债主啊，就来了很多人把我公司围了，让我公司就没办法再继续的生产了。我没有太听懂，其实事业一开始都挺顺利的，但你们做工程会有很多三角债，是吗？也有很多三角债，资金连断了，当时因为最高峰借期4000多万嘛，太太就跟我说，啊，老公没事，啊，我们还有点，还有一点点钱，我们去做点小生意。他有一天，我不是剩一点钱嘛，剩70多万，我朋友还我的70多万块钱，他突然有一天，他拿着我的钱，就了无音讯。你说谁？我老婆。啊？我老婆。就拿着钱走了。就什么都没跟我说，就连金银首饰、所有的衣服都没拿，就拿着身份证跟银行卡走了。孩子呢？孩子也没管，孩子就跟着我。那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因为当时因为是这种情况，当时有一天，因为我们用的手机嘛，我都知道他用的什么手机。突然一天他在沙发里面，我看见他有另外一个手机，我说你怎么会有另外一个手机，我就去看了一下，偷偷的看见个什么亲爱的老婆啊，人家不是我发的啊，是人家发的，怀许这是很丢人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我就看见，我就跟他争吵了几句，但是他不给我看，就这样子。他说他出去走一下，他就拿着，我以为什么东西都没拿嘛，我以为他不会走，就拿着东西就再也没有联系，到目前为止4年多了，也从来没有给我跟女儿一个电话，就这样子。不，就等于他情感出了问题，然后就在你们争吵之后就走了。你们也没有办任何手续？没有。也没有对财产和孩子做任何的处理？没有。就杳无音讯了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。他去了哪儿也完全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吗？他家里面也不告诉我。但您的选择就是我要带着女儿继续坚强地活着，就是，是吧？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所以您一上来的时候，我这卖冰粉儿，我闺女也跟着我，我就想说，这闺女跟着爸爸卖冰粉儿，这个场景虽然有一点点心酸，加上您的讲述啊，但还是挺温馨的哈。我听说女儿也来了。就是今天女儿也来了。那咱把小女儿也请上来吧。好的，来有请。你好，小姑娘。你好可爱呀，有一点瘦啊，宝宝你啊！我再怎么瘦，我都长不胖呀。是吗？那你这是气人呢。我们一吃就胖，你吃不胖呀？吃不胖。你10岁上几年级啊，宝贝儿？我上4年级了。学习怎么样？还可以哟。我猜你就还可以哦。哎，这女孩特别聪明是吧？她特别聪明，记忆力非常好。有没有当什么班干部呀？因为我是这学期才转过来的嘛，所以呢，我对大家也不太了解，大家也对我不是特别了解，所以我还没有当什么学生部的。那怎么4年级就转学了呢？因为爸爸要到处工作嘛，然后他每去一个地方工作，我就要转一次学。哦，那就得离开之前的小伙伴儿。对。那会不会有点难过？肯定会呀，我很想念他们。我都能感觉到你想他们了。那你会不会有点怨爸爸，说你干嘛不能在一个地方呀？不会啊，因为他工作嘛也很忙，他也会东走走西走走。爸爸刚才一上场推着那个小车卖冰粉，他说他也带着你是吗？对呀。你也跟着去呀？那你会吆喝吗？我会呀，我肯定会。你吆喝一个我们听听。卖冰粉了，卖冰粉的，好吃的冰粉出炉了，再不吃的话就要没了哟。哎呦，那赶紧买哟。哎，你这么一吆喝，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来买呀？对呀。那你们家这小摊的生意是不是还可以？我们家的冰粉是非常好卖的，因为他还要唱歌嘛。谁唱歌啊？我女儿。哎呀，那你必须得给我们唱一个，好不好，宝贝儿？好。来，听听我们可爱的小宝贝儿的歌声。秋甘棠卖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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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丧气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，有地，
你十岁怎么唱出来这么有感情的歌呀，宝贝？谁教过你唱歌吗？没有，我都是自己学的。跟谁学的呀？我在手机上收音乐，然后自己学。嗯，你知道我为啥哭了吗？我有点心疼你呀。你不用心疼我的，我很坚强的。那四年前其实妈妈突然不辞而别，女儿应该也挺难过的。因为当时她妈妈走的时候，我们还去找了她一个月零三天。啊，怎么找的？一个月零三天，当时因为我们在没有钱嘛，她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。我们在车上睡觉，雨儿说吧，雨儿她最清楚，她怎么跟我说的。爸爸，我们不找妈妈了，好不好？找妈妈太累了，每天都要吃蛋炒饭，或者是面包，或者是面条，我这些都不想吃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当时哭着眼泪给我说。那你不想找到妈妈？所以说，我就忍下心，回来我一定要勇敢地面对。嗯，你不想找到妈妈吗？想，但是太累了。别找了。就是，没找。就是我带着雨儿要坚强地活着，卖冰粉创业嘛，就这样子。我相信有一天。总有出头之日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。来，握个手。我们一起加油。OK。你觉得爸爸照顾得够细心吗？能把你照顾好吗？能。他给你做饭。对呀。他做的好吃吗？挺好吃的。不信你来我家，我喊我爸爸给你做哈。你们家有点远哈。但是下次去成都找你啊。好。那你这小辫子呢？平常你自己梳还是爸爸给你梳呀？自己梳，他梳的可乱了。什么都很独立，做饭也会，比如说我晚上回家晚了，他就自己做饭，特别懂事。所以真的还是希望啊，我们新蕊的母亲能够回来做一个了结哈，不管是将来怎么安排，就是孩子有没有个交代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小新蕊这么优秀，这么成熟，好好学习，不要把文化课落下。好，好好的学这个艺术。我们今天有搞教育的这个阿姨们啊，陪在爸爸身边，好好的成长，将来一定会很棒的。我们遇到的所有挫折，都是会过去的。我相信一天以后，我们两父子决定会过得很好。只要努力，知道吧？幸福是给努力的人、坚强的人的。心蕊有什么想跟爸爸说的吗？爸爸，你辛苦了，你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，经历了很多坎坷，你总是把最好的给我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，我爱你，爸爸。谢谢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好，那今天先生来到我们现场是带着幸福心愿的哈。那我们有请冯阳先生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，有请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升级雨儿唱歌音乐装备。好，谢谢，请回来，看看我们的老板们怎样帮到你们啊！来，有请。阿姨听到了你少有的一种懂事和成熟，这是阿姨为你点赞。生活本来就是要有风雨的，小的时候承受风雨，那么心呢会很坚强。那坚强、乐观，相信呢有很多的人是爱你的。阿姨爱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。工多乐人力集团愿意。给你提供所有创业的管理咨询服务，另外给你创造所有全国性的人力资源服务的资源以及人力资源顾问。工多多人力集团愿意捐助2000元，但这个2000元其实我想说哈，不是说给你小女儿去提供这个升级装备了，我觉得把这2000元给小朋友买一买你小孩要用的护肤品啊等等的一类东西好吗？多关照关照你的女儿，她真的很懂事。东方不亮西方亮了，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，赐给了你这么一个可爱懂事的女儿。说实话，我们都羡慕你，我们也都是有女儿的人，但是我们的女儿都没有你那么独立。真的，小女孩，谢谢，你太懂事了，太让人心疼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东莞市立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助力您2000元，愿你早日实现女儿的梦想。这么好这么乖巧的小孩子，如果要是你要是把他以后那个教育和引导失败了，那太罪过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减肥基地呢愿意对你的梦想呢给予助力。像阿姨像你那么小的时候已经很懂事，因为我妈妈在几岁的时候已经就离开了，那她不是说像其实你还是幸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是永久性的离开了，
知道吗？那你最起码你还有一个盼头，他还会回来，或者是他现在没有接受，他不能回来，他迟早会回来的，你不要去怨他好吗？好。代表广东省同意明天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啊，助力你2000元的一个奖学金。谢谢老师，加油啊，宝贝。今天我们节目组呢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啊，是一份惊喜，咱看看我们大门后边来了谁，请开门。大家好，我叫王玉才，我来自四川，听说了冯阳的故事之后我非常感动，我名下有一家奶茶店，准备想让冯阳来经营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从年轻得志风光一时到跌入低谷，如今38岁的冯阳从无到有，从有到无，也许人生精彩之处就在有无之间。希望冯阳和女儿一切顺遂，万事安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先来欣赏一段幸福秀。介绍，大家好，我叫徐丹，来自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，我今年38岁。嗯，大家好，我叫徐素玲，我今年63岁，我来自大连，啊，我们是母女组合，欢迎你们。你们这样一对母女组合是会有演出的机会，还是自娱自乐？我们都是来自于东北农村的啊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妈妈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都会去娱乐自己，喜欢唱歌跳舞。在农村的时候，跟妈妈一起干活的时候，都会去唱啊，去跳呀。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心情会更好啊，所以是一对非常开心的母女。那徐丹，你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吗？不是，我还有一个妹妹啊。还有个妹妹。对，但是我妹妹跟我们有所不同，嗯，因为她是小的时候发烧就烧坏了，然后她的智商可能就能有3-4岁的那样子。哦，嗯，因为当时就是发烧，觉得家里人觉得发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然后呢就没有说及时的去医治，哦，然后就在这个家里边的一个诊所去打了点滴，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这个高烧就不退啊，后来烧抽了，然后才去医院。医生告诉我们说我的儿女儿治不了了。就当时是生命都有危险的哈。对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好难过的。嗯，后来救过来，但是智力受到了损伤。对，智力残疾，吃饭呐，穿衣服啊，他都不可以。现在还不可以吗？现在也需要辅助。嗯，他穿他不知道道正，有时候就穿到了，就所以说我们都得照顾他一下。就是真的是24小时离不开的哈。对对对，那这个丹丹比妹妹要大5岁，那从小，这个可能照顾妹妹的很多重任都是你帮妈妈一起完成的吧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像5-6岁孩子的话，我觉得每个人童年都是非常天真的，然后喜欢玩耍呀，嗯，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去玩。嗯，但是我对于我来说，这出去玩就是一种奢望了。因为我妈妈要干农活，我写完作业剩下来的时间要帮助妈妈去照顾好妹妹。你像就是换尿布啊，冲奶粉呢，这些东西都是我那个时候就可以去做到的。
妹其实也就是不能接受你，就是不能接受我，还是没有碰到有缘人。对，后来又遇到一个，是吗？又遇到一个，然后呢也是对方的父母，他说的是说，就是我妹妹这样一个情况的话，那么将来就是经济肯定是要付出很多，因为我要照顾我的妹妹，我父母总有就是老的是吧，那一天是要我来承担这个责任。他会觉得那花销会非常的大，就是不同意，那我就放手呗。那你会有点怨他吗？你说一点没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多多少少肯定会有。后来就是当我为人母的时候，我就终于明白，我懂了，也能理解人家哈。对对对，还是没有遇到和你一样有勇气愿意并肩迎接生活挑战的人。对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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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但这第三段就是真命天子了哈，可以这么说吧。第三段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接受我的家庭，然后我觉得接受我的家庭就是接受我，他绝对会有一元钱就给你一元钱花的人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这也是你现在的爱人？对，我也就是老公。对对对 对， 对。今天老公也来了是吧？来了来了，磊哥上场吧，没有请磊哥。哇，俩儿子，这是双胞胎是吗？对，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唐磊，今年46岁，来自辽宁大连。大家好，我是唐诗雨，今年9岁了，我是哥哥。哦，你是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唐诗轩，今年9岁了，我是弟弟。你好幸福呀，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啊。哎呀，这问一下这个老唐哈，比你爱人大8岁呢。对对对。那当初是怎么认识的？就是介绍认识的。那你不嫌他比你大那么多吗？我可能显得比较年轻吧。很有自信。对对对。我当时是在一家外企工作，当时那个压力特别大。然后呢加上前段恋爱的2次失败，然后我觉得心特别累，然后我就想有一个避风的港湾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吧，就是这个媒人就出现了，然后就给我介绍，然后看到他第一眼，我觉得真的不是那种让我一下就能心动的人，但是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就是说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这怎么能一眼看出来呢？就是我直接就告诉他，我说我有一个妹妹啊，他说他要只要是我们真心相对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和你一起去照顾这个家。那老唐当时相亲时候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心里有没有稍微的纠结一小下？是有一点纠结，但是我觉得静心的张梦梦，我觉得一定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，我觉得她以后一定也是个贤妻良母，人好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我和徐丹一起来照顾她的妹妹。还是徐丹当时有眼光啊，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好男人。对，就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啊？我们属于闪婚啊。三个月吧。三个月就结婚了？三个月结的婚。婚后多久有的宝宝？1年。当得知是双胞胎的时候，唐先生什么心情？首先是压力吧，说哎呀，我有2个孩子，这有点压力。虽然哎，我非常高兴，我有个双胞胎的孩子了。像我们应该是非常幸福，应该是哈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不满足于现状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公司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从基层一直干到我认为是一个天花板了，就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。做到什么职位了？做到一个管理。我想辞去这10几年的工作，我想创业。我跟他说完之后，跟我所有人家里说完之后，他们都不同意。他说我这个就是冒险，然后就背对着所有人去辞掉了我这10几年的工作，然后拿出我所有的积蓄，包括透支的信用卡，开了网店。结果的话就是30多万全搭进去了，也就是3-4个月的时间，血本无归。当时老唐有埋怨妻子吗？或者怎么安慰她呢？其实当时我听到消息啊，首先是确实我挺生气的，我始终劝她，我说哈，投资有风险，咱别干这个，不听我的。挺倔一姑娘。对对对，然后也瞒着我把钱投出去了，当时挺生气的。后来我就是辗转反侧想了几天吧，就觉得挺心疼她的哈，为了这个家生活的更好。当时生意失败了，其实一方面钱没了，再一方面其实自信心也很受打击。那当时的这个状态就是抑郁，就是想过去了结自己。还有人的时候可能装一下，喊我很正常，没有人的时候就是就是晚上不睡白天不睡的，然后一天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就是那种。然后只要是他们说话我不愿意听，我就会发脾气砸东西，然后就跟他吵，然后跟我儿子吵，最后
就是说给他们想到就是梁任度得了那个小孩的抽动症，哦，然后到现在还在吃中药，就是我发起火来，你当时确诊了吗？是抑郁症？对，我也去看过了，去看过心理医生了，然后后来我就反省，我觉得我是不对的，我说我在想我得走出来，然后我就自己去学了这个心理学，然后来就一点点就走出来了。后来做了些什么呢？就是演出之类的，因为我业余时间就是喜欢唱歌啊、主持之类的。嗯，就是振作起来，振作起来，然后找各种方式去赚钱，一点点把这个窟窿也好哈，给它填起来，填起来。对。那今天我们一家人来到现场是带着幸福心愿的。对。我们有请徐丹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，有请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希望能够把我妹妹的病治好。我说的治好呢，也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妹妹这个病是我们所有人的心结，是我们所有家人的心结。嗯，哪怕有更好的一点改变也是可以的。嗯，好，那听听我们的老师们有怎样的帮助。我们人生的跃进呢，每个人都希望呢是瞬间有财富或者有一个质的飞跃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的，摸索过程之中呢我们逐步发展，不可以呢过快的有承担很多的风险，然后这个风险呢很多时候会转嫁给这个家庭的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么我觉得呢你们家庭呢确实也很不容易，杭州闪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庇护会中心呢这边呢助力2000元，愿意呢帮助你们这个家庭呢走得更好更健康，行稳致远，祝福你们。在这个智力的障碍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个人去全身心的去守护跟看护，其实他不是丧失了一个劳动力，而是丧失了两个劳动力。我觉得其实你在创业的时候是可以做一些跟残障人士就业相关的，然后工作的人力集团也愿意给你们提供一些兼职的工作，给你在生活上提供一些保障。另外工作的人力集团愿意赞助2000元帮你圆梦。你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姑娘，真的看得出你也爱学习。我是个南方人，都说北方的女子很比较就是能干，然后也比较强势，但我觉得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你的这种担当，真的非常好。所以接下来呢我就希望你们夫妻两个同心同德，共创你们美好的家庭，我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好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代表我们东莞市力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赞助你们2000元，祝福你们的家庭越来越好。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呢，愿意对你的梦想呢给予助力，希望有时间的情况下呢，你能够带你的妹妹还有你的两个儿子到我们医院呢去进行一个体检，多科室的专家呢会给他们进行一个会诊，如果有好的治疗方法的话，我们都会无私的去给你进行治疗和指导。其实包括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企业家，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你自己不管你是做哪一件事情，你的前提之下，你最坏的打算你能够接受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。我代表广东省同意明天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愿意赞助你2000元。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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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们永远不知道生活给我们的会是什么，但是如果用抱怨去面对生活，可能感受到都是苦难；如果用爱和责任去面对生活，我们收获的就会是幸福。就像徐丹一家人，确实经历了很多，但一家人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你们相亲相爱，其实就是最美好的幸福。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所有酸甜苦辣，加油吧！节目《幸福来敲门》，如果您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分享您的故事，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《幸福来敲门》报名参与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